本所在6月10号早上8:30获报在本辖中山中安路口有交通事故，本所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处理。经初步了解，中姓女子应与驾驶人肖姓男子为男女朋友关系，在车上发生争执，中女在车辆行进当中负气不自行跳出车外，幸未造成后方车辆的追撞及其他事故。中女经119送医后，其手脚擦挫伤，头部有撞伤。中女的跳车行为，本分局将依道交处罚条例第81条开罚，处新台币500元罚款。